当地时间2月15号，由中国海军五指山舰和查干湖舰组成的赴汤加执行运送救灾物资任务海上运输编队抵达汤加努库阿洛法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军五指山舰，经过16个昼夜5200多海里连续航行，五指山舰即将靠泊汤加努库阿洛法港武纳码头。汤加首相索瓦莱尼和中国驻汤加大使曹小林及双方代表来到武纳码头迎接海上运输编队的到来。据了解，应汤加王国关于火山灾害救援的请求，中国军队派遣海军舰艇于1月31号从广州出发，启运第二批中国援助汤加物资。此批运送的救灾物资共计1400余吨，主要包括移动板房、拖拉机、发电机、水泵、净水器及应急食品、医疗防疫器材等物资。编队是除夕起航，元宵节抵达，万家团圆时官兵战风斗浪，团结协作，克服重重困难，始终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任务中。同时大家也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农历新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扬连续奋战、严谨细实的作风，完成好物资卸载和交付的任务，帮助汤加人民早日重建家园。